另外，咱来关心，伫个彰化宝岛镇公所，每年有算哦，参照水电费、甲路灯费，也有中央政府补助款，总共有1亿8千万，全部拢予代表会三独啊，敢那剩3800万的业务费，即马即个公所是无法度来做代志。本来我是一定甲家己讲，我绝对不要掉一颗眼泪。国民党一个宝岛镇长杨丽香出来开说明会，讲洪台溪预算总甲写出来。伊讲宝岛明年总预算3亿5千多万，和代表会提1亿8千多万，剩3800万闹够。这礼拜来，因在当地拢是咧招台湾公司做主管嘛，对无？代表感情也遮大，全体百姓都安得唔到啊？按水电费、公园维护费、生育中央礼金，啊，到公所新大楼的建设费，拢予抬掉，连办公室的影印机租金嘛无法度予人载走。公所新的一年唔知要怎办公，镇长讲甲流目屎，那是镇民是真支持伊，嘛是咧甲伊加油。报道镇公所甲代表会袂合，公所甲代表会事务费摊200多万，即马换代表会改抬倒转来。说代表会是以三的起，十而完了，那会不会伤到我们代表会？对不对？人是互相的。高雄办活动上侪就杨丽香，南山开始上侪嘛是伊，所以咱一寡建设拢无做，所以阮镇民代表，阮是监督单位，阮来负起监督的这个责任。镇公所甲代表会双方拆破面，预算拢抬了了，影响地方的建设。山内镇公所这边的提复议，那是阁无通过，就请官府来协调，无可能放得烂。民视新闻彰化报道。